我关心的是，不管投入多少户，像现在加起来，我们光中央有36户，然后再加上台南市支援5户，高雄市本身就有3户，那这么多户的抽水机，当然如果是它这个降雨量超过我们设计标准，那是很难的。可是我们如何让这个雨停以后，水能够尽快抽光，尽力协助那个高雄市抽水机局，看他们要怎么样布，只要符合这个排水的原理，就尽量支援。那跟水利局这边好，都有开会共同讨论好的策略跟方法。那需要支援，我们也配合。那再不够的话，还有谁？再不够就再调。对，一定要想办法让这一边的那个抽水机的数量一定要够，因为居民这个淹水连续淹这么多天，你要降薪补贴，这个是非常痛苦，是啊，一定要想办法。全国的各地的抽水机量是一定够的啊，现在就是说，因为怕有些地方空间也不够，所以要做最有效的这个安排啊。那个我跟总统也讨论过，就是虽然现在已经加起来30几户，但是只要是有需要，我们从各地再调来。这个部分就麻烦你跟市政府的水利局商量好，到底哪些点需要小心的，那我们尽量帮忙调别的县市，因为别的县市多少可以做一些贡献。作业拿给我来。OK， 好。